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听我的节目《电人心声》，我是阿露。这期的节目叫做《享受生命本身》。昨日推到路边的树长出新叶，我回了一条状态。前天大冬天时丢光了叶，没盖到木的树，春天一来又是新叶，令我几头。土里已经零落新叶的枯叶，每晃动轻轻摇动的树叶，阳光的清晰可见的叶脉，所有之处都将我感觉到诗意。年年岁岁秋光变老，岁岁年年秋叶更新，大自然按照这种美好的形式给咱打，这就是生命。草木像敲出承诺那个定时的生命，何况是人？关于生命，王国珍有这样一首诗，大家人应该读过：热爱生命。我不可思议的时候能够成功，既然选到了炎黄，便只顾黄好言听。我不思议的人后也的爱情，既然真情已满贵，就勇敢地透露情深。我不可思议的心后会不会是来行荒难好，既然目标是地平线，留开世界界只能是背影。我不可信未来是平坦或是泥泞，只有热爱生命，直接都得意料之当。至少是当时间热爱界不是最终的成功，爱情的感觉就是不管目标的实现而何，都过听人不能对求，皇后见听。不是因为得到心目才叫热爱，就是因为热爱生命，不断奋斗，才会得家己心爱的物件。我又想起接我这推过的一本书，奎延龄先生写的《古碑杂忆》。奎延龄先生是著名的作家学者，但一生遭受了非常多的坎坷，被老过，被批斗。到八九十岁的时候，伊终于下了决心，将伊的本极端惨痛的经历写落来，就是这本《古碑杂忆》。到被抄家、心酸、拍到之后，伊个真心受过非常多的拍击。伊接下，我该何去何从呢？骨折的头颅只有两条，一是忍受一切，只是离开这一切，离开这个世界。两条我是绝对赔不够的，看来只有夹到这条头颅了。伊甚至已经是好一种平者自赎的方式了。后来文人公子较有气质，奎延龄先生也是把读诗者之人，直心直生气，舍可说不可做。但是当伊准备行出家门去自杀的时候，又被掠去陪斗了。伊被押着陪斗台，按着判几十百记高招的姿势坐着，又唔敢耍叮当。一个五十多岁的人，居然花了精力这样的折磨。这只车，伊是来陪陪道的。伊骑到硬毛警车，伤口已经无变肢体身体。陪道大会结束，伊被拉去市政，可能食石头、吐口水。到最后，陪道的人帮伊等去的时候，伊个嘴个皮都落流血，顶部已经爆去。上岸也吐了一只，个性非常狼狈。经历了几次非难舍的陪读，伊恨着先，既然这残酷的经历都可以忍受住，何必该无边忍受个？
或是挖落去吧。最让我感到意外的是，到今天接受普渡的日子，先生也令到可能当感受到喜悦。徛在阳台，伊抬到真个景象，到松柏吹得我文笔口音，叶子丢得真光。我将吹得显得苍翠爱的，徛到得高顶个挂只小马墙，一动也不动。伊眼在一亮，好似抬到一把松柏个行尺刀，感觉这一切是老天赏给伊一把活。让伊个心灵有一点安慰。后来，伊被赶到太平镇去劳动改造，接山正餐，做下忙做个困难拍。在这种老过个生活中，伊竟然还能够体会个幸福。伊接下，这个面随时打算被拍到，得了五只困难拍者，或者是困难卖者个，莫有碰起食。靠着没有胡说不倒的陪到血眼，这对于来讲已经是最大的幸福了。热爱生命，珍惜生命，可以令心生因真的是真乐观，积极的态度去面对大部分人走小的可能。多少人走着却困在原地，多少人活着却如同死去，多少人爱着却好似分离，多少人笑着却满含泪滴。谁知道我们该去向何处，谁明白生命已变为何物，是否找个借口继续苟活，或是展翅高飞。我该如何存在？热爱生命，珍惜生命，对于那普通人来讲，有变糟糕的就是过后每一个生活。当我生活人民会想起到地球和种舒适幸福的感觉，湖边荒游无色地带，爱惜今日白黄盖并加强人每只随处可见。人另当有一撮人只要生到地球感觉，或许就是因为地球的幸福，因为人的来就到好过。相比起来，生活有外面的精彩，外面的生活有外面的无奈，但是只要能自己好好把握，调整好自己的心情，能也好享受生活。无论你是处于怎样的境地，保持一颗热爱生活的心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自己振作起来。比如吃咩唔拉有好，吃每只起来，我哋一个正人嘅天师，便有便用户一种格外轻松自在嘅心情，每落好便渐渐唔先好嘅高兴情绪，将好醉到充实空间恋爱嘅当时，也充去让心当嘅不快乐。就当我是最新主义者吧，因为我始终相信，我哋本身就是幸福。既然我哋能做得好好的珍惜生命的每一日，好好的过好每一日的生活。三节一首牛奶咖啡的明天乐好。
昨天的我们走远了，在命运广场中央等待，那模糊的肩膀越奔跑越渺小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在举杯祝福后都走散，只是那个夜晚我深深的都留留藏在心坎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哭又笑着奔跑，一片失去一再寻找，明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朝着反方向走去，在楼梯的角落找勇气，抖着肩膀哭泣，问自己在哪里，曾经并肩往前的伙伴，沉默着懂得我的委屈，时间它总说谎，我从不曾失去那些肩膀，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越美好越害怕得到，每一次寻找，明天你好生命多渺小，却提醒我长大以后我只能奔跑，我多害怕黑暗中跌倒，明天你好含着泪微笑，寻找天你好声音多渺小，却提醒我勇敢是什么。最后先为大家读一首《孩子的诗》，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，为白破差周游世界，从明天起关心年节和蔬菜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，从明天起甲每一个亲人同行，告诉他们我的幸福，拿幸福的心点告诉我的，我将告诉每一个人，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出一个温暖的名字，每三人我也为了祝福，我们有一个灿烂的在天，我们有亲人终身眷属，我们乐到临时人为的幸福，我今晚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。
希望老吾听个话责骂个人都幸福生活。爹人心声，我是阿罗，咱下期再会。